们闯一闯，我们志气要比天还高。云啊轻轻飘过来，梦中轮廓一点点透露出来，飞吧飞吧，飞过黎明和夜晚，啦啦啦啦，风啊轻轻吹过来，梦想翅膀流星天空中划过，穿越时空回到这梦想的地方。没有看出来呢。对，气死我了！这是一件毛衣。我见翟博士的衣柜里都是同一款衣服，所以我想送一件亲手做的毛衣给博士。送我的？谢谢啊。博士，你快试试看吧。我帮你穿上。好漂亮啊！好有品味啊。哇，大小刚好啊。好漂亮，谢谢你点心超人。博士，我刚刚研究了一台自动洗衣机。粗心超人，你帮我把甜心超人送我的毛衣拿去洗洗吧。好的。粗心超人，帮我把这垃圾扔掉吧。哦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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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博士，你是坏的。竟然把人家这么辛苦织的毛衣扔了。为什么我们不直接把黑宝石放在超人身上，控制他们赶走星星球人呢？哎呦，你以为我没想过吗？我老早就试过了。经验告诉我，直接放黑宝石在超人身上是行不通的。哼，除非用这个。一定是嫌做的不漂亮。哇，这是最新发明的魔法金腰带，可以让人变得力大无穷。没兴趣。这位女士，请留步。不是我们乱吹的，权威电视也有报道啊。啊，我不想力大无穷，我只想博士欣赏我的毛衣。哦，毛衣？哈哈哈，你来巧了。现在买金腰带还送名牌毛衣，真的好漂亮啊！博士这次一定会喜欢的。将军，这是我的毛衣。先借来用一下。戴上这个金腰带，保证您变得力大无穷。甜心超人变身。是的，主人。毁灭星星球。大大怪教具变身功能坏了，气死我了。我还有个办法。甜心超人怎么还没回来呀？
这个小女孩好像迷路了，所以我带她回来。铁心超人，你去哪儿了？我担心死你了。哦，对了，谢谢你把铁心超人带回来，请进去喝杯茶吧。不用了，吃点点心啊。铁心超人，给我对付翟博士。对了，你想吃什么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将军，你也没事吧？你说的。我去拿药箱。铁心超人，你怎么了？你有觉得甜心超人很奇怪吗？确实有问题。你也这样认为吧？甜心超人做梅菜肉饼居然没放梅菜。不是说这个呀。这不是铁心超人送给我的毛衣吗？粗心超人，我说洗一下，为什么会在垃圾桶里的？对不起啊，博士，可能是我搞错了。原来铁心超人昨天就是为了这个生我的气呀。铁心超人把毒粉给他们喝。喝糖水吧。好，我们喝，我们最喜欢喝甜心超人做的甜品了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啊？哇，很好喝呢。莲子很好吃呢。我没有放莲子啊。糖水的味道还不错。就是有点中毒的感觉，太可恶了。甜心超人，这个蛋糕是我们做给你吃的。虽然做得很难看，但是我已经很用心了。你知道我要用刀切蛋糕啊。谢谢甜心超人。可恶，甜心超人好像被感动了。大大怪将军，变身功能修好了。好，小小怪下士，赶紧让黑宝石变身。怎么回事啊？天心超人。给我对付开心超人他们。哎呀我不能伤害甜心超人呢。不能伤害甜心超人。太好了，他们不敢还手。甜心超人攻击翟博士。翟博士小心。
事吧？没事，但可以的话，请不要踩在我身上。我的东西呢？什么东西啊？是甜心超人织给翟博士的毛衣啊！甜心超人，其实我很喜欢这件毛衣的。嘿，你看，多漂亮啊！我从来没想过会有人为我织毛衣，我真的是太幸福了。甜心超人，继续破坏。是甜心超人把星星球给毁了。是的。那你手上拿的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这腰带。翟博士的真情流露视频在网上热播，而他所身穿的毛衣顿时成了众人所追捧的潮流。你们穿的真好。我们只需要比天还高。